府就是为着要呼吁好这款动物，嘉义县政府甲民间合作，要起一间滨海环境教育馆。即阵先伫咧布袋新金国小设校的收容中心，昨已经正式结拜。嘉义县生态保育协会十冬来一直布袋沿海进行海好监视甲呼吁的工作，为要替准备同港的滨海环境教育馆做准备。嘉义县政府农业署甲生态保育协会新址新金国小成立校收容中心。这算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那对于我们以后的这个后的收容跟护育的部分它就比较制度化然后也比较有人力物力来支援。全国第一座计划校后一个滨海环境教育馆，27伫布袋镇新金国小来打土。未来这个教育馆内底会针对后来规划完整的人工保育区甲环境教育等事，卖设置户外空间，会当看到布袋盐山湿地鸟仔生态。后边啊，这个所在的后的这个护育啊，那也会在一楼啊当做一个展示馆哈。所以我想这边可以兼具所谓的后的护育跟养育的教育。这个环境教育馆占地大约1.4公顷，暗算会伫2024年完工。嘉义县生态保育协会表示，这个环境教育馆若有效的服用，嘛希望会当推广完整的生态环境教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